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燕。那今天是万圣夜，那有去哪里玩呢？因为我找不到南瓜 type 的 MS，所以就找了一台前三机已久的丸太无大将军，也算是一个年代久远的套件。哦，这边有当时特价品的售价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将军，真的是我们小时候的最梦幻的一种艺品，直到现在看到大将军有机会再重新复出，也是相当的兴奋。我们就来开盒吧。哇，后面还有嘞，这个盒子后面，天哪，超兴奋的啦！赶快打开，开开开，快速开盒。将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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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，打开了，映入眼帘的是超金的零件，这才是大将军啊！多么美妙的电镀零件，哦，两面电镀哎，超闪的。然后因为这个设计比较复杂，它有比较复杂的补色贴纸。也是金光闪闪，兴奋到差点呛到口水。哦，武士刀，还有 BB 战士应该有的弹簧，今天有四个弹簧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？那我们看到这边是写2005，相当的令人兴奋。最后的是说明书，啊，说明书小小本的，啊，好棒哦，超棒的啦！那动画里面的设定，哦，感动的手都要抖了。为什么这盒在三季里面这么久都没有开盒？超棒的啦，超感动！最强的光之铠，装备最强光之铠的武者。玩陀舞，以前小时候都念玩太舞，你是念玩陀舞还是玩太舞呢？哦，超棒的啦！说明书也是简单的四个 page。好，那今天是万圣夜，大家有好好的做自己的模型、清自己的山鸡吗？今天的开盒我们就先到这边，哦，超棒的啦！那祝大家万圣夜快乐，大家都能好好的把自己的模型做完清三期，大家拜拜，下次见。